government place, you don't find people. Oh. People are very busy for the government jobs. Can we come tomorrow? Yeah, we come next day.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现在要去换汇啊，现在时间是在印度的下午2点多。换完汇以后再去找吃的吧。那这边就是德里的街头，大家可以看到这车子蛮乱的，喇叭声很多。我们刚换完钱了，我们就在住宿的附近一家换。我们是拿美金100块换，他板上写76，他跟我说给我们优惠，给我们77这样。还不错。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出门呢？那是因为我们昨天在机场办 SIM 卡嘛，他跟我们说隔天的中午才会开通，然后我们就等到中午开通之后，你们知道怎样吗？没有余额，就是不能上网，我们只有开通卡。他有给我们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有问题可以找他，但打过去也没有人接。现在最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等到1个多小时吧，他才有开通储值完成的简讯过来，我们才真的确定可以上网，我们才敢出门。因为我们没有网络的话，其实在这边根本没办法导航。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呢，没有热水，我确定是不是因为他们热水有供应的时间线。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G. 昨天才发现我们要洗澡的时候没有热水，就是冷水。Oh, we are going to eat something. Oh, eat here. Yeah, eat here.Yeah, McDonald's. Yeah. 朋友有人在打山了。Which country? 来。I eat McDonald's. Okay, McDonald's. 直接被影响，因为这边好像不要随便搭理的人比较好。我们去吃一下麦当劳。Hey, 大家，我们刚点好餐了。麦当劳的汉堡有一些是素食的，没有吃过素食的麦当劳，所以我们就点素食汉堡。我点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一个叫什么什么 Taki， 然后一个是 Veggie。是素食汉堡，这样我们就点两个套餐，套餐可以选中或是大的，我们是选中的。然后这样一共才300多块卢比，我觉得折合台币才不乘以0.5、0.6而已，就是还蛮便宜的。我们刚刚很好笑，因为我来之前有查到网上有人在讲说不要点冰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冰块的水源的来路是怎么样，所以建议最好那个印度都不要点有加冰的，就可以跟他说不要加冰。然后我们刚才点餐的时候有特别想到这件事，就有跟他讲说我们不要加冰。在做餐的人呢，我们就看到饮料不小心加到冰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冰捞掉，然后再帮我们补饮料这样。然后我想说，那这样不是加了吗？希望我们不要拉肚子。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试试看喽，印度麦当劳的那个番茄酱，先吃吃看薯条，就是麦当劳薯条没有加盐的版本。虽然冷掉，但是还行。Tiki， 这个套餐比较便宜，我忘记多少，但它比较便宜。它这里面是炸的，然后很像是有马铃薯蔬菜在里面，然后有淡淡的咖喱味。嗯，咖喱，有那种咖喱蔬菜蛤蜊饼那种感觉，然后上面有一点洋葱跟一片起司。还不错哎，你们看这像不像麦香鸡？很像哦，就是一样是一个炸的，然后上面是蔬菜，那这是蔬菜，我点这叫 veggie。它跟刚刚的有点像，里面不是绿绿的，然后也是有微微的咖喱味，然后偏蔬菜味比较重一点的炸饼，中间有梅奶汁跟生菜。嗯，我觉得比较起来，这个会比这个好吃一点，因为可能有梅奶汁，炸物配梅奶汁很搭。饮料的部分呢 ，James 点的是可乐，没那么多气的可乐的感觉，就是比较没什么气，这种可乐就会感觉比较甜。这个呢是咖啡。咖啡的话只要加5块卢比，我觉得很便宜。咖啡它是这种已经有调过的，就是那种有加过奶精跟糖的那一种。让我喝喝看，超级浓，含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液态的感觉，是那种有点浓稠的感觉的。它这个味道很像是咖啡牛奶，很浓郁的那种咖啡牛奶。我们刚刚吃饱，
那我们刚在吃饭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印度人过来跟我们聊天，但我觉得他是好人，因为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在印度要小心的事情，建议我们不要把相机挂在身上啊，就是要非常小心，很多抢劫的事情发生。他说这是每一天都会上演抢劫的事情。他说因为他很喜欢这样子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聊天，他有一天他未来来到台湾来，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在台湾旅游的上面的一些建议，所以他是很喜欢交朋友的这样。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聊一聊，就有另外一桌的一个男生就过来，那个人不太会说英文，他就跟他讲印度话，也是说就这边要小心啊，我们的相机 GoPro 都要小心。他不是用英文讲，他是用印度话跟另外一个印度人讲，然后印度人就翻译跟我们讲，就问我们有没有 IG 啊，他要追踪我们啊，还说我们要赶快来拍一张限动，还要用我的手机拍限动哦。拍完之后他还叫我一定要立刻发布，还要 take 他们，还要赶快叫 James 赶快 take 他的 IG 啊， take 另外一个人的 IG， 我觉得很可爱。那我们现在呢打算先去火车站，因为在网上想要订火车票可都客满，但刚刚那个印度人是有跟我说，他是说上网订的不太好，他说是可以去他们政府的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 有一间在那个康什么大道的。我想说去火车站问，现在天气好热哦，然后路边 No thank you No thank you 人来就是 No thank you 搭讪，记得要来印度啊，很多搭讪不要回应。刚那个来跟我们聊天的印度人，他说很希望我们就是记录印度的很多地方，然后可以 PO 到我们的频道，让大家也可以看看印度的样子，不要对印度是感到负评的。我们刚刚走在路上，就因为 James， 因为我们是边走边录影，然后 James 是拿着手机在看导航，然后就有印度人走过来跟我们讲说 ，Thank you， Thank you， 小心你的手机哦，就是 I'm not sure， we just walk around， 然后还说希望我们喜欢印度。City center. They are very good and very nice. Okay, thank you. And they are good information center. Yeah, yeah. And they give you information about India. Because it's free. $10.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Yea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And you don't see your outside your mobile. Okay. Okay.Okay. Don't make video in the road because people come by and they take and they run up. Okay. Okay. Thank you.
我们遇到第三个人啊，在跟我们讲说就是要小心，大家都很热心，可是他刚刚说我们刚去的那家不是政府咨询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旅行社，他会收非常高的价钱，所以他现在要跟我们讲说正确的政府的办公室到底在哪里，因为政府的办公室只有一间而已。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是正确的，因为印度这边的网络不太好，我们常常查询的时候就会断线，就像我们刚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啊，我们的网络其实都连不到。那就先看状况咯。This is government place. Yeah. Okay, okay. Okay. Government place, you don't find people. People are very busy for the government job. Can we come tomorrow? Yeah, we come next day. Any information you want, so you can have 10 minutes. If can open it tomorrow. Tomorrow is open, yep. Okay. No, okay. Tomorrow open. Our friend in the hotel. Where? In hotel. In hotel. In hotel. Our friend. Thank you. We don't know. Thank you so much. You have time, come tomorrow here. Yeah. Okay, so okay. So here if you book the ticket, they're charging you 10 rupees, 20 rupees extra. So this is all the government place. Okay. This whole area is the government place. Okay. Okay. You can book Uber. Okay. You can book Uber and go hotel. Don't take a tuk-tuk. Okay. Tuk-tuk is not safe. 刚刚我们很确定就是那个人100%是想要骗我们的，因为他把我们带到那间办公室，我们只一看门口就知道那个不是政府的办公室，然后他也是招一个人进来说想要跟我们推销他的行程，那我们就马上说我们现在没有要订车票，我们现在没有要听建议，他们就还想要跟我们周旋说哎，你可以听一个建议花个10分钟这些，我们就直接马上说我们现在要离开了。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两个人，路上拦截问我们的这两个人，他们的说法都是一样的，对，就是说哎，你在德里这边啊，这一区很危险啊，很多人都会吸毒会喝酒啊，然后很多人会闹事，所以你走在路上不安全，然后你必须要搭车子。再问我们说哎，你是哪里人，像刚刚我们在外面订车的时候，他就建议说哎，你不要走路，你一定要叫车。好，我们叫车以后呢，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过来说你们住哪里，我们就其实不太想要跟他讲我们的饭店的名称，也不要讲，千万不要讲。然后我们在那边周旋了一下以后，我们就装死不讲。对，我们需要回去仔细查一下。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当刚刚那个人跟我们讲进那个 office 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不对，我就马上跟 James 讲说：“哎，这不对哦。”坦白讲，这看起来比刚那个还不官方，所以我可能回去要先查到底官方 information 在哪里。因为我之前有看别人分享，好像只有一间，但是我觉得也许那一间官方的确实在这一区，只是这一区林立了很多假的，所以才会我们。比方说这个人跟你说到这边，然后司机再又到另外一边，然后或者说这个地方根本就是他们串通好的，所以就是要小心。在他们说的话是很为你着想的啊，很给你 advice 啊，就像他有一天来到台湾，他也希望你可以帮助他，可是我觉得都每个人讲的话好像都雷同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反应出来说这是不是个套路呢？所以我们现在决定不搭理任何人了，就是我一切还是照自己的方式定定看，如果不行就直接坐 Uber 到那个车站去问，不徒步走避免发生危险，再不行我就坐飞机了，贵一点但是我不用经历那么多可能会被诈骗的行为。大家，我们已经回到我们的饭店了，今天经历了这样一个下午，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然后我们刚刚呢一回到饭店先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先来查刚刚那两间旅行社到底是不是官方的？告诉大家，都不是，那两间都不是，他们都是私人的，并不是官方的。而且那两间都说他们是 government， 甚至我们去看第一间啊，我一查下面有人说是骗局，什么很贵的钱啊，这不是政府的。第二间甚至是查不到，你在 Google Map 上是查不到的，所以怎么可能今天它是一个政府的，它会是没有Google 的评论之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看起来真的超级不像政府的。好在我们都很谨慎，当下觉得我们先离开现场。虽然他们都是那种旅行社好了，他
会收你很多的价钱，也许你是花很多钱买一个行程，可是有的人甚至是你付了钱，你根本就没有，连车票也没有。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印度的铁路网站订购，订不行的话再去现场买票。那这些旅行社真的是，我跟你讲超级多，我们刚刚经过沿路都是旅行社，很可能这过程中很多人都是说它是官方的。我的疏忽，就我没有做好功课，车站好像我有查到有人说二楼有一个专门 for 外国人的，但是我刚查 Google Map 它那写永久停业，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怎么样。我打算今天自己用网络上预定看看，因为之前看是都没有位置嘛，也许我把时间往后调看怎么样，真的不行的话我明天就是亲自到新德里火车站直接去找二楼看看那个外国的服务柜台之类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行程，你的酒店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你待几天，都不要讲真的，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下午问我们会在那边待多久啊，我们都不讲实话，住哪里都讲区域而已，我们不会讲真的。再来就是你什么时候要离开都不讲，我们都讲假的资讯，因为我没有必要让陌生人知道我的行踪。今天遇到三个人，现在仔细回想，那三个人讲的话都很像，都是一样。有一天我去到台湾，我希望也可以遇到有人可以帮助我。所以你现在来到印度，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建议帮助到你。所以我也可以认真觉得，这也许是一种套路。在麦当劳遇到的那一个人，他讲说那一区有旅行社是官方的，他说我只要跟嘟嘟的讲说我要去官方的旅行社，他说车资的话一定不会高于40卢比以上，40以上是骗人的。我就觉得他只是告诉我这个资讯，所以第一个在麦当劳那跟我们聊天的，我对他保持一种怀疑的状态。我现在开始要提高我们的警戒，就是再拉高一点。好，那就是今天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啦，就是好在没事。那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